行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德超，现在美国纽约德育堂行医。我们从小呢就在家传的熏陶下，十岁开始学医，就是后来一直跟着父亲，背汤头、经络、穴位，一直耳濡目染、耳听命面，来在深深的那个感受中药的药香啊、制药啊、采药的过程中，在这边长大，看着父辈的给人家解决痛苦，心里也非常高兴，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使命。我们家族也希望我们一代一代的把他的祖国的医学好好的传承下去。我们现在也肩负着我们中医传承在全世界传承的使命，也有家族的那一个责任，也希望为大家带来好的医疗的方法，给大家解决痛苦。我们从小就从家里学，后来又考进湖北中医药大学，读到中医硕士。工作以后呢，又到国内啊，在澳门、在巴西、在美国，来来回回有这么多年了，几十年了，现在在纽约法拉盛、长岛和曼哈顿都有我们自己的诊所，希望大家来，一起来为你们健康增砖添瓦，为你们的健康保驾护航。